刚开始往前，往前，再往前。对，扣有点近，可以过去一点。我们中线在这边。好，来简单一下介绍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丹凤高中的李奇隆。我是丹凤高中的小伙伴。我是丹凤洪医生。是就是这个的带头，你们三个谁带？你两个一起看的哦。那他社长哦，好的，社长，你为什么会想要选陶冰这个舞风，不是选其他的？因为刚刚有前面有男生选爵士啊，对不对？陶冰不错，陶冰算。那你觉得陶冰怎么样？还不错。那你觉得社长怎么样？还不错。什么？还蛮帅，但你帅吗？太帅。好，谢谢他们三个都很帅的，弹幕 Papi， 谢谢。